再来看一下，我今天到公司来了，来取文件。这是我们公司附近的路，看一下。很多写字楼都在招租，一会儿我到这个写字楼来，我们会计在这个写字楼，会计师事务所。我们的写字楼在251，应该是前面这一栋。我太懒了，都不去公司的，现在工作都互联网办公了，也没必要去公司，对不对？那形式主义干什么呢？这里的企业还是很多的，怎么看出来呢？你看车都停满了，下面还有一个超市吧，应该是可以逛。怎么过去啊？我只能没人就过去了。BBQ 有一些餐厅，对面还有一个奥迪的 4S 店。 Consumers Road 显示在前面，应该是前面，不是这栋楼，前面这一栋比较老的楼，但是没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 Come in， 看一下这边的商店，餐，快餐嘛，对吧？都是快餐，供应给在这边工作的人。这边也非常方便，做一个 Go Train， 假设没有车，你看车基本都停满了，看一下。也有一些店关门了。都是在做外卖，这个是个火锅店，也开门了啊，里面有灯的。我觉得在哪里火锅都是非常受欢迎的。OK， 就是这个楼了。口罩戴起来，251，看到吧？进去了，晚点再联系。